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，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。嗯，很好。五号，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，我看没问题。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？哼，机灵鬼，告诉你，夷陵七太小喽。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。大的？对，大的。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，准备向我们进攻。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。首长，那我们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，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，插入敌后，炸毁康明桥，切断敌人的退路，配合部队进攻。怎么样，这个任务还满意吧？不过方勇啊，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，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。坚决完成任务。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，越过夷陵七高地，连夜渡过银川江，跨过七号公路，然后进入奉先岭。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，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。怎么样，清楚了？清楚了。来，坐吧。根据敌情通报，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，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，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，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，尽快地插到桥头。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，求得他们的配合。接头地点是金石洞。金石洞？对，金石洞，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，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。联络信号是红苹果，金达莱。红苹果，金达莱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怎么待不住了？不，连连还没准备，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。舌头。
算了算了，我这都是老一套了。同志们，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？不行。对，我说也不行。不过，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，必须马上做好准备，明天出发。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，现在正在排除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。这个乡道了，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。走。哎，连长，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？这是敌人值班机枪，搞掉他，动作要快。是，唐虎、小花，跟我走，不许你们进入敌人。是。
机枪怎么不响了？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，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。好，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，消灭痕迹。是。哎，咱们的炮真过瘾。哎，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。小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，向我两地同时开炮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。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？现在还没有查清楚。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。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，派出巡逻部队搜索。是。同志们，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，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，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，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出发。班长，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。是，走。准备渡河。大约2公里的地方，发现敌人的汽车。快上岸！
金币。队长，什么时候开车呀？你急什么？天还没亮。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，天亮了再走。队长，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，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？还是快走吧。好了好了，多加岗哨。为什么打枪？那他妈的大惊小怪。没把军火使的事儿真多，你烟枪你坐这边的，你别抢。你们哪个是当官的，在这干什么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没把军武士的。没把军武士的，你没长眼吗？ God damn, you know, here's fire, fire, dangerous.You want to die, you get out here, you son of a bitch.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灭火，灭火。这做了一半怎么办？辛苦了。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。What? You want to die, you son of a bitch. Get out of here, you.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拿命闹着玩吗？快走吧。是是是，是是，快上车。上快。倒霉，开车。
上山。快！李江，怎么样？没关系。卧倒！走！首长在看着我们，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，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。要是咱们长上翅膀，马上飞到康平桥，啊！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，和游击队取上联系，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？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。连长，吃点吧。连长，给讲个故事吧。对，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对了，连长，你就把阿莫尼救你那个故事，给大家讲一讲吧。好，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有一次，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，不巧被敌人发现了。连长，我掩护你，你快走，你服从命。把我背回他的家里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。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，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。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，
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，早日解放这块土地。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。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，坚决把康明晓给他炸掉。对，为阿曼尼报仇。对，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。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，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，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，留在这里隐蔽待命。是。敌人的警戒加严了，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。是。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。是。咱们走吧。这是金石洞吗？这就是阿摩尼的家。金达莱，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。连长，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？不会，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，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。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？这个老东西啊，他妈的，你又钻到这儿来了。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。走到村里看看去。绑架楼，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？别自找苦头了，赶快搬到桥南去吧，这是美军的命令。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，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？少废话，站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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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着。你这个老东西。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，这会儿又跑到这儿。煮了这么多的米饭，你想干什么？你通共产军？说实话。要不我毙了你！你们赶我走，我预备路上吃的。你这个老刁婆的，带回去审问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出去！放开我！出去！你们这些强盗、土匪！站住！强盗！出去！
放开，放开。哪一部分的？你是哪一部分的？这里是我的管区。这是我们的防区。美军司令部的命令，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。没有这个，是进不来的，有吗？有，在这儿呢。你，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你被俘了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。怎么样？还要通行证吗？举手。李班长，有。唐红。阿玛尼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你是方勇，妈妈，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？对。哎呀，孩子，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妈妈，这儿就要解放了。什么时候？今天。今天。对，今天，妈妈。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。好，志愿军同志，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他就是方勇，你们辛苦了。咱们研究一下吧。好吧，坐吧。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。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，要马上侦查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，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。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，恐怕很困难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带路，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。那太好了。可是，游击队谁去联系呢？我去。金玉，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。好。阿玛尼，你告诉金队长，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，准备执行任务。好，我走了。咱们也开始行动吧。好吧。朴金玉同志，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，让他们开始行动，利用黄昏接近江边。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。好吧。哎，那你们放心吧。再见。再见。连长，咱们走。没办法停留，必须想别的办法。有办法了。这辆车，干什么的？
挂彩了，找医院去。医院在前面呢。是啊，想搭你们车呢。搭车不行，自个儿走吧。我们是伤兵啊。伤兵，伤兵也不行。怎么着，老子在前方卖命，穿了这么多窟窿，想搭你们车却不行，你他妈有良心没有？你上边的规定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走吧走吧。那位长官呢，别太认真了。来来来来，我帮你修，修好了咱们一块走。这你懂啊？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，小毛病好修啊。好了，哎，发动。老邢，你给说一说嘛，哎，好吧，上车吧。不行，他妈的，队长能允许吗？队长，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，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，免得麻烦。伤兵，倒霉。好，上车快走吧。上。老弟，咱们换换位置吧。你瞧，腿坏了。上后边去。三连队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啊，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。嗯，怎么，上尉，你忘了？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头队好威风啊。这车太老了，真够老兄受的啊。美国大老板又给了批新的，回去就换。
不许动！停手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别！Hello， 季伯，共军，我哪跑了？我哪跑了？我哪跑了？走！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，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，抢走了中吉普，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，封锁起来，把来往的中吉普全部扣留，严格检查。是。快开枪！
们赶快下车吧。不，你们下。不，连长，连长，你们对桥头的情况比我熟悉，赶快去布置。连长，连长，你服从命令。报告上校，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。就三个人？就三个人，我看得非常清楚。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？定有支部队，游击队，不，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，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。没有大桥，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，就一切都完了。赶快派出部队，加强守备，一定要保住康平桥。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，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，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。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，那我们去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快！快！跟上！同志们，大部队等待着我们，族人民在看着我们。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？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。连长，没问题，你下命令吧。连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，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。保证完成任务，开始行动吧。机枪准备。
Hello， 啊，啊，啊！报告上校，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。啊，要不要再派部队去？不，完了！共军很可能向我们正面发起进攻。赶快通知桥南部队，增援桥头，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。是。哎，哎，上！是。原先快增援的敌人上来。
先头部队直插桥头，与小分队会合。是。